在 iOS 10开放更新，允许隐藏系统内建 APP 之前，这段影片要跟大家分享如何隐藏 iOS 系统内建 APP。首先，先将主画面第一页占满，然后按住进入移动模式，然后将你想隐藏的 APP 移到第一页，新建一个资料夹。再移出资料夹，再移到下方，放开，就不见了。再示范一次，移到第一页，新建资料夹，移出资料夹，移到下方 Dock， 放开，就隐藏了。如果想要重新出现的话，只要重开机即可。